好，然后就是电影的经典台词是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， 所以这是星际大战很重要的日子。就是电影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是黑武士，他是电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角色，然后他的反差也就是造成大家很热爱的原因。服装制作费的话大概是5到6万台币，这当初就是官方有出了一个完成品，然后可以让粉丝购买，然后我们再另外有一些装备是自己花钱去做的。那爸爸今天是有特别让妹妹装扮成什么样的角色呢？那你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？黑武士。黑武士，你已经拍过照了。最近我视频有一个角色叫做尤达大师，对，他有一句名言叫做 Do or do not, there is no try， 做要是不做，不要只要试试看。这句话就是蛮影响到我的。